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上个礼拜无意中把母亲去大陆自由行的情形 po 上网，造成回响。那今天母亲家里正好吸顶灯坏掉了，去帮她做维修，更换新的。同时她在炒饭，闻到香气，赶快冲过去拍一下她自己个人生活的一个情形，让各位看一下。买是新本呢。新本。啊，你炒好上街啊？炒你吃，我吃我炒好吃啊！我吃我吃。我你先自己炒。我炒。我炒。咱煮的，咱煮的啊。是吗？其实哦，不要把它做，它就会继续的动。它动的话，就会跟年轻人一样。啊，老人家哦，千万哦，就不要都不让它动，都在那边。废话太多，这是我的看法。除非他不能坐着啊，像今天帮他换的电灯啊，那个太高，他爬不上去那个。还有坑啥？咸吗？我有你知。哈哈哈！咸吗？上面很水啊。还有那个那个哪里有？没有啦，就炒一炒而已。还有加蛋。蛋是后面啊。有拍啦，我有拍啦，不要急啦。他干嘛炒起来？他不要加蛋。蛋要切一个，然后再炒啦。你怎么跟人家餐厅炒的不一样？这是妈妈的独门啦。我咧录影，你给我点点，我不要那点点。有啊，你在帮我吹电风扇，我有拍到啊。啊，这样再下去干嘛？打拉哎、欸。打拉哎、欸。啊，之后送到嘴巴吃一吃啊。而且妈妈站在这里吃啊。妈妈是加麻油。啊，是用麻油炒，难怪闻到麻油香。啊，这肠还是对的。我恭喜三星葱还是南部葱还是中间葱还是我比较葱？还是葱葱葱。是哇，你很葱啊，葱啊，哎呀，菜市阿伯长啊，我这边。还是倒一个菜市阿伯，南部、中部、西部，还是北部？你爱讲我好。北区。骂我白痴。北区。今天告诉北区呢，阿公每次都说北区就是白区，我知道北区、那个有点弱智的白区，北区啊，北区后面北区啊，北区不好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北区的，他在砍树，中间的那个树上那边。好了，完工了。起火，旁边用一锅卤，它的精华就是卤到很好的时候，最后呢就把那个葱尾就丢下去，它之后再把盖子盖上去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好了，收工了。其实我是没有跟母亲住在一起，住得蛮近的，就常常会回去看她，看她什么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 call 我，我就会过去。那母亲自己住，她自己这样活动，我是觉得什么事情她能自己动，我尽可能让她自己动，这样能维持她的体能状况，同时呢也常常逗她，让她开心一点，心情自然就会愉悦。或许是这样的话，我妈妈非常的开朗，也常常的想要出去走走玩玩。好了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